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兵。说到龙江猪脚饭，应该没有朋友不喜欢吃吧？龙江猪脚饭能带给我们的那种满足感，是很多其他食材都无可替代的。貌似龙江猪脚饭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吃。在广州，龙江猪脚饭店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啊，但是出品做得好的就不算很多。今天我要推荐的这家猪脚饭店呢，看起来不怎么起眼，但是出品却相当的有水准。这个是他们家的价目表，出品基本设置了四个不同的价格，能很好的满足了不同的消费人群。每到饭点的时候，这里基本都会坐满人。龙江猪脚饭起源于揭阳市会潭县龙江镇，喜欢吃龙江猪脚饭的人虽然说很多，但是龙江猪脚饭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广东，这个倒也很奇怪。龙江猪脚饭因其独特的卤香和弹嫩糯香的口感，深受广东人们的喜爱。卤料选用健康养生的中药材，一般包含香叶、八角、桂皮、陈皮等。看到这个大猪脚，你们流口水了吗？猪脚炖的火候十足，已经做到了脱骨的火候。试问哪个朋友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呢？站在旁边看的时候，真的是口水直流。龙江猪脚饭主要是开设在城中村，受到了非常多上班打工族的喜爱。对于眼前这个大猪脚，怕肥的人看到的是脂肪，而我看到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。朋友们从视频中都能看得出来，这个猪脚炖的火候是有多好。切完装碗之后，再淋上他们家的酱汁，这一碗就是他们家的猪脚饭，价格12块钱，看起来分量十足啊。另外还会给你配了一个例汤，价格方面来说真的挺实惠的，12块钱这个分量，这种出品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？猪脚看起来油光发亮的，炖的火候独到，看起来 QQ 弹弹的，可以根据个人口感选择半肥瘦，个人比较喜欢吃带皮的啊，真香！满满的胶原蛋白啊，吃进嘴里真正做到了入口即化的口感。这猪肉用筷子轻轻一夹就碎开了。而且卤得很入味，酸菜吃起来脆口酸爽，跟猪脚真的是完美的搭配，在味道和口感方面跟之前吃过的世纪钱红猪脚饭都有的一比啊！享受美食的时候就尽情的享受吧，不要去想吃了会胖多少斤，不吃饱哪里有力气减肥呢，是吧？淋上了酱汁的米饭吃起来也很香滑，再让朋友们看一下这猪脚炖的火候得有多好，只要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看到它在抖动。这家店不仅出品好，而且在卫生方面做得也挺好的，餐具都是高温消毒的，喜欢吃猪脚饭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出品，个人诚意推荐的一家猪脚饭店，地址呢我会在留言区置顶。好了，我是大兵，视频呢分享的